让我来教你弹吉他，让我教你弹木吉他 ，baby my nuggy，my nuggy。所以你们听得懂吗？我在唱什么？听得懂的拍手一下好不好？大家好厉害，大家都会印度文了。对，那听不懂的拍手一下好不好？一半一半，只是大家都害羞了，大家都很知识。好了，那我先告诉你，刚才那个就是让我来教你弹吉他，然后还有一个英文字就是 A minor G F M E， 那这四个呢就是吉他和弦，就是 A minor G A minor G。所以你们只是练这首歌，真的是会学到四个和弦的。我没骗你，这首歌真叫你弹吉他。好，那我们继续。让我来教你弹吉他，让我教你弹木吉他 ，baby， 教你弹吉他，让我教你弹木吉他 ，come on， 你 my energy， 你 my energy。是基本的旋律，吉他弹法很容易，就在四个和弦里有无量的叹息。伤心弹法 A minor， 快乐弹法叫折戟，还不用单词按两弦，你们我相依。就摇头，看不懂的只会挥手。你还没有感动，你没感动，感动值得搞不懂。你再看玛利亚，再看玛利亚。教你弹吉他，让我教你弹木吉他 ，baby， 教你弹吉他，让我教你弹木吉他 ，everybody in my nuggy，in my nuggy， 让我来教你，教你，让我教你弹木吉他 ，baby， 教你，教你，让我教你弹木吉他 ，come on， 教你，教你。让我教你弹木吉他 ，baby， 教你，教你，教你，让我教。